去学习，知道吗？是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跟对方的同学在交流的时候要有礼貌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们是非常的幸运，我们终于可以走出马孔。去年的计划前就只好退回去。那这个可以成型，有很多很多人的努力，包含学校的校长、老师们，还有教育处的同仁去争取机会，那你们才可以走过去。一定要快乐的心情，平平安安的回来，而且重要的是，看一看外面的世界，想一想自己可以做什么，好不好？祝大家开心。介绍一下，我们来招呼。